兄弟，他来了，快去！亲爱的，你过来一下。你干嘛？我有点急事跟你说，我家厂子黄了，欠一屁股外债，他们马上就追上来了，借我点钱行吗？你说什么？工厂黄了，现在要跟我借钱？对，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爸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看我这样像跟你开玩笑吗？那你也知道，平时都是你给我花钱，我现在上哪儿给你整钱去？我平时你买那些包包啊、首饰啊，卖一卖帮帮我呗。你说那些包啊？对啊，那些包卖一卖能卖个二十几万。送我的东西，你现在是让我还给你吗？我以后再给你呗。就你这样，能有什么以后啊？兄弟啊，我看这回是凶多吉少了。我还是相信他的。如果他没回来，我建议你去我那爱聊上看看。你看，那是啥？就是这个爱聊，点进去直接能聊，同城单身美女都在上面的，可以语音，可以视频，一公里内随便聊。这么多美女都是真人啊？是啊，头像就是本人，都是认证过的。现在从左下角进，还能匹配同一天出生的单身美女，聊得好，见面也方便，不行就当多个美女朋友呗，是不？行。给你，这件是你给我买的，你先拿去应急吧。我还以为你不能回来了呢。包我虽然给你拿回来了。但是我想了想，我们还是不太合适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可能是我们两个人现在还不太合适。我先走了，你以后别再联系我了。哎，美女，你送他这几个包是什么牌子啊？我之前给你买的都是 LV、库奇，我什么时候带你买过这种地摊货呀？就这些，爱要不要？我先走了，以后别再烦我。哎，美女，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来测试你的，他也没破产，我们就是跟你开个玩笑。什么？开玩笑？对呀，结局就是你没通过测试，拜拜。